来吧，来吧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给你加点油，加点油。哎，给我喝的是新的口味的安慕希吗？新的口味的安慕希。我赢定了这一局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边路进攻，边路进攻。我怎么帮？他的手都没了，他拿什么帮？我怎么帮？难道他在那个地方？哎呦我！时间继续。边路进攻，小鱼，小鱼咬肉，咬肉。边路进攻，小鱼，小鱼咬肉，咬肉。不远，不远。旋转，过户，旋转，720度旋转，720度旋转。红锤用表情，猴子用表情，用表情。哎呦，这招好，太好了，刚才的太好了，脖子探出来了。这个赢了，这个赢了，这个赢了，这个赢了。耶耶！李哥刚才用表情把那个球粘住，然后一点一点用眉毛把它吞出来。李脖子火了，火了！李脖子绝对热搜，热搜第一。未来我跟你说，鸭脖子代言接不完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以后全国的脖子都归你管。OK， 没问题了。我们这局有李毅老师在，就绝对赢了。我跟你讲，比赛继续。守住，他的头已经进到球门里了，你可以投球的，吸住，这是你的强项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范哥，范哥，你让我一直很感动。过到这儿，范哥的眼神，我在这边看，绝望，他也不吹了。一过这条线，千万这样。涛哥，先看一下这个得有6公分吧？有。你量一下，范哥最多也就4公分。不，1公分。你再继续。从来没觉得他们的腮帮子这么大。好，好。吹那个板子反弹。哎呦，好。哎呦，卡住。海哥，用头，住，用头先卡住。自己玩的更高兴。李晨肺活量好的，我跟你说。吸住，吸住。啊，不对，你还正吸住，吸住，卡住，卡住。哇，先卡住。最后5秒钟。林老师永远是。哎呀，老师永远是。哎呀，时间到了。耶！这一轮。晨哥和李老师战胜凯哥和范老师，咱们不是输在技术上，输在脖子上，输在脖子上。